穿窿點咁啊！仲衰一樣嘢，我一衝出個門開唔到啦 ，studio 個門鎖住咗。咁佢哋有咩反應啊？當其實冇鎖嘅，係佢一開唔到，幫你掹住。等我一出咗，即係我仲要衝去個 control room 嘅時候咧，嚇走曬啲人，衝曬落二樓，係唔喺度嚇到啊！又走翻落，從此冇人敢。咁後屘你點再繼續錄嗰啲歌啊？冇啊！我唔驚噶，其實哦，係當時驚啫，梗係驚啦！點會第二日咧？第二日咧，好搞笑嘅，個個都等到咧。咦？點解你哋唔上去嘅？你上去先啦，我唔好一齊上啦，一齊上啦，個個都唔敢自己上先。跟住如果迷信嘅話咧，就帶埋啲咩符啊？我係第二次再上去嗰陣時咧，即係點未錄完噶嘛？嚇我都係講緊第一隻嘅時候。係啊，我跟住咧，我其實好驚，我同屋企一個即係屋企入邊有個長輩講，嗯，哇個 studio 有呢個問題，嗯，佢話：嘿，你要發財啦！他說：只有好人會遇到鬼，鬼不害人的。佢就咁同我講，他說：你們都搞錯了，一天到晚說什麼鬼害人，鬼是不會害人的。他說：只有好人會遇到鬼。他說：你上去的時候就感謝他。誒，跟住就冇再嘈過啦。呢度冇鬼。跟住只碟咧，就真係就大賣啦，掂咗。我仲要好慘嘅嗰陣時，出碟唔夠三日，台灣嗰個領導人蔣經國又死咗啊！一個禮拜賣得碟，個心啦，哎呀，呢筆錢真係掉落大海咯，死緊，真事嚟嘅。以為倒霉，係啊，點不知反而原來係仲好啊！係啊，所以誒。後期咧，其實李秀全都覺得，你都好掂啦，其實你都唔需要我入去咯，所以就唔好多時都唔入去啦，根本就驚。我後屘換咗第二間，哦，換咗第二間 studio， 咁樣就冇嘢啦，都有嘢，一路跟到我翻屋企，最後係啊，我住嘅地方都跟翻啦，跟咗好多年，哦，仲見好多年，咁你點樣生活咧？請問，好好生活啦，係啊，冇事嘅。朋友咁樣，好似朋友咁，幾多個？一個係男定女？家族冇嚟啊，少年男仔啊，真係少年係咯。佢太欣賞你唱歌。但係佢少年嘅幾多大過我年紀？哦，係啊。誒，唔好啦，等唔好講呢啲啦，大驚。但係好開心啊嘛，好開心，講起都開心啊！佢真係咁樣都開心。第一隻碟受歡迎，第二隻碟繼續受歡迎大賣，嚇咁喺做歌上面會唔會即係你自己諗唱啲咩歌咧？你創作啲咩咧？咁樣一般都係揀嘅，哦，即係揾好多人，即係收集咗啲歌。